徐会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把张海峰提到审讯室。啊，快！是，土狗，到。把张海峰给我提出来，快！是。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是为了王凌宇。十年了，十年前你就利用他，你知道他这十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这十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就是为了让他能忘了你。高兴了吧？他说他喜欢你，一直都喜欢你。王八蛋！
我接着他，贾川，在家。谁让你们打他的？白山馆不能动用私刑，不知道啊？苏馆长，对不起。你过来。哎，怎么回事嘛？苏馆长，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处分。哎呀，你我兄弟，什么处分不处分的？张海芳送到医务室去，他要是死了，你我兄弟麻烦可就大了。快去，快去！怎么了？108的张海芳，快抬进去，快点！准备严实。说，谁打的？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说啊！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！张海峰是你打的？是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打他？你有什么火可以冲着我来？是我的问题，我忘不了他，我对不起你，你不可以这样对他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的事儿，你最好少管。
你的翅膀已经折断了，永远都飞不起来。 馆长，来，请坐。馆长这么晚来找我，有何吩咐？坐。行了呀。
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我跟徐兴良之间的一些私事。那就为点私事儿，他就把你打成这样？我怎么觉着徐兴良有点诚心呢？108张海峰，伙房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伙房挺好的，活不累，还挺自由。只不过伙房那几个人我有些了解，鱼龙混杂的，你自个儿都小心吧。哎，对了，这徐新良突然把你调到伙房，不会有什么阴谋吧？不管他有什么阴谋，对我都是好事儿。好事儿？对。进来以后，我一直在试图破坏伙房的烟囱，只要坚持破坏，会造成一氧化碳回流灶台，伙房人员会不断因此晕倒。我的履历上有建筑学的学历，白商馆很可能会因此调动我去维修伙房的烟囱。没想到他们主动调我去伙房干活了，这对我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。只有进入伙房，才能把红岩岭的种子种下去。不是，你哪来的红岩岭种子啊？伙房阴暗潮湿，适合红岩岭生长。红岩岭一旦长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在红岩岭的帮助下，借助亡灵雨打开逃生的最后通道，发电机房。那时候咱们就能离开白山馆了。张海峰，拿上排空弹跟我走一趟。进来，我说，把你们手里的活都停停，过来，快点儿，给你们介绍个新伙计，108的张海峰。
打今儿开始跟你们一块干活啊。皮景顺，在拉菜那会儿你就别干了，让张海峰顶你的班啊。怎么了？不乐意呀？是长官。哼，行了，你们互相认认识吧啊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好好干活，不许闹事儿。哼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我叫李本伟，是这儿火工的头啊。这位呢是窦老板，这是郑桂岩，这是张庆啊，这是王辉，这是皮景顺啊。好好好，接着干，接着干活啊。张海峰啊，你是叫张海峰吧？先学摘菜来。其实呢，这伙房也没啥啊，就是上午两小时，下午两小时，哎，也就是摘摘菜，做做饭。快走！哦，我不捡烟头啊，烟头，捡烟头、啊。走。张海峰不用抬头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来自伙房每一双眼睛后面的敌意，极为寒冷的敌意。其实张海峰不知道。伙房还藏了冯进军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进来，徐科长。张海峰已经送到伙房了，老李在那儿盯着，您就放心吧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张海峰的狐狸尾巴到底什么时候露出来。
你帮我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这白山馆还真是离不开你。
从那水池下面种下去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这个张海峰突然到伙房，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？窦老板，你的意思是？不好说啊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离咱们采取最后行动的时间已经不远了。这事儿，我看不是个好兆头啊。我管他什么好兆头、坏兆头，这小子要是敢挡老子的道，老子就做了他。哎，我说你好了，好了，同志们，今后行动要非常小心，万不可在咱们行动之前出什么纰漏，啊，张青，哎，那个张海峰要盯紧点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，啊，明白。跟上，跟上啊！都跟紧了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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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上！你看到什么没有？快点！没看到什么。跟我来。徐科长，您怎么了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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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看看，从放风广场回到一号楼的路上，张海峰做了很多奇怪的动作，这上面是全部的记录。哦，您是说张海峰一直在晃脖子，他是在传密电码呢？不错，就是密电码。张海峰在与他的同伙联络。跟我来。哎，thank you.